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位法师，诸位大德，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上一节课的大圣起信论。我们上一节课已经在讲述说，马明菩萨他造论的因缘，甚至于说依着相对的偈颂，然后呢，讲述说马明菩萨为何要造大圣起信论的一个相对的内容。然后呢，我们这一节课呢，继续下面的课程，就是所谓的标举五分说，就大概呢是把所谓的大圣起信论相对的大纲，以及其他其里面的内容呢，加以的展现开来，讲述说如在依着这起信论这个修法，如何进入所谓的大圣的菩萨道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我们继续看所谓的课文的内容哦，就在所谓的论约，这个当然就是大圣起信论所说的，就有法能起摩诃眼性根，是故应说哦，说有五分，云何为五？一者因缘分，二者利益分，三者解释分，四者修行分，五者劝修利益分哦。这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在讲述说呢，马明菩萨喏，他照所谓的起信论相对的内容来讲的话，他用五个段落喏，五个段落来说明这个相对应的个方法。所以从第一个来看的话呢，就是所谓的照论的因缘，就在于所谓的因缘分这一段论述。然后再来呢，第二个就是说，造论，你既然有因缘了以后，当然要必须说明这个造论的理由哦，造论的理由，然后把这个当所谓的造论因缘呢，把它说清楚以后呢，才能讲述所谓的宗旨的意思。所以在这边利益分呢，就是展现哦，就是在展现所谓大圣起信论的主旨跟宗旨的说法。既然主旨跟宗旨已经讲出来了，那就是说呢，大标题已经下去了以后呢，当然要必须要所谓的解释哦。变成说要解释，因为大部分宗旨大标题下了以后呢，还有些人，当然所谓的大圣修行者或者菩萨道的行者来讲的话，他当然能够了解大概马明菩萨要造论的相关的方式，可是有些人来讲的话呢，或许不太明白，所以必须要做加以解释，然后才能够了解的所谓的解释分哦。然后再来第四个呢，当然让人明白了以后，那当然所谓的明白了以后呢，还是要让他们达到起修行，因为所谓的解行并重这个方式来看的话呢，必须还是要变成说有解了以后，必须要有行，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才能达到所谓的马明菩萨希望说呢，依着这样修行的方式呢，而达到相对应的果报。当然，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能够成就于佛道的一个方法性哦。然后第五个就是马明菩萨说，他这个来讲的话，就劝修流通，因为毕竟造一部论来讲的话呢，其实呢也不是说所谓的随便的论述而已。然后当然这不是随便的论述的状态来讲的话呢，当然就必须呢要劝所谓的希望说，学习这一部论点的人呢，能够依着这样修行，能得到好处。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就相对来讲的话呢，它就可以分成这个五个段落的论述。然后当然呢，就变成说我们在佛法来讲的话，中国式的佛教，中国式的佛教来讲的话，当然就会变成说有立三分说的说法。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序分来讲的话，就是在所谓第一段里面的论述哦。然后在中间三段来讲的话，就变成所谓的相对应的，就正中分的说法。然后
在第五段呢，就变成流通分的论述。这是大部分呢，我们如果照这课本哦，或课本的慈航法师所写的一个方式来讲，是分成这样子。然后，可是呢，有的人哦，有的人觉得论述来讲的话呢，所谓的续分，就是在马明菩萨所做的归境记，这个是续分。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五分来讲，都等同于正中分。最后呢，所谓的马明菩萨做这一部论的回向记呢，把它给归类成流通分。因为每一个人对相对应的论点哦，在读诵受持的时候呢，当然会有相对应的不一样的理解性。所以再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就变成说呢，依着大部分的起信论的流传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都会依着所谓的第一段哦，第一段来看待是所谓的续分的个说法。然后呢，在第五段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劝修的那个方式来讲，才产生造变成所谓的流通的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内容。好，大概我们就解释，大概呢就讲述到所谓的五段这个说法性以后，再来就变成说我们要开始解释相对性的一个方法哦，相对性的一个内容。好，然后在这边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呢造论的因缘，然后呢在造论的因缘呢又分成所谓的造论哦，所谓的造论的因缘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先看所谓的课文的第一个内容来讲的话，就是说初因缘分，第一段来讲的话是初因缘分，然后再来就有人假设一个提问性啦，因为毕竟造论者来讲的话呢，其实有时候变成说要引一个方式让人家了解，所以这一段这前面就是说问曰有何因缘而造此论。然后答曰的话呢，是因缘有八种，云何为八？一者，因缘总相，所谓为令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非求世间名利恭敬故。这个来讲，就是所谓的在于马明菩萨他造论因缘的第一种说法哦。然后当然在这门在课文上的解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所谓的因缘来讲的话，变成是有分成所谓的因种，所谓的总因缘跟别因缘两种，就在转述说你造论是依着什么方式去所依着什么因缘而想要造这一部论点。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呢，就分成总因缘跟别因缘的个说法性哦。所以在这边第一段呢，就是在讲述总因缘造论的总因缘的一个方式哦，就是说这总因缘来讲的话呢，就在论述所谓的马明菩萨要造这一部论的本意哦。他的本意来讲的话，因为菩萨要行菩萨道来讲，必须要让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得究竟乐的话呢，当然是达到所谓的大涅槃果报的一个方式。而可是呢，这个大涅槃果报来讲的话，当然就必须是要成就于佛道。像二乘声闻乘来讲的话，他们所得到涅槃果报来讲的话，其实还没有办法完成达到究竟的一个方式。所以马明菩萨照这一部论的一个方法性来讲的话呢，主要的一个第一个目的就是说要令一切众生远离一切痛苦，然后呢能够得到究竟乐。可是问题是说要让众生远离痛苦得到究竟乐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呢，就变成说变成在马明菩萨的一个论述来讲，其实就是说呢，这造论的一个方法性来讲，就不是为了所谓的求名利或者求供养的一个方式，就比如说为了名闻利养而造一部论，然后呢希望众生能够学习，这样子来讲就不符合马明菩萨他的本意。所以在我们在论文的条文哦，课文上面来讲的话呢，就在于所谓的对于所谓的对众生来讲的话呢，希望他能够离苦得乐，得到究竟乐，而非名闻利养。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就在于所谓的，因为我们世间哦，世间认知的乐来讲的话，
大部分都是所谓的有漏法，因为既然是有漏法，就是所谓的会有杂染性，甚至于说呢，会有生灭性的一个问题产生。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呢，既然有杂染性跟所谓的有为法有生灭性来讲，自然而然就会有苦的因缘。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在一种所谓的求不得苦，甚至于说这一种方式得到的相对应来讲的话，都会有无常性，因此呢，会变成有所谓的相对应的一个破坏性，就是说不会，当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呢，它就是有所谓的生灭法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样子来看，就变成说马林菩萨也就知道说，照论来讲的话呢，如果为了求名闻利养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求得一般的人所谓的恭敬的方式来讲的话，这边都是变成是一种有漏法，会造成一些杂染性。所以变成说第一段的总说因缘来讲的话，就不是为了求这些名闻利养的方式，而是说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说依此众生呢，每一个人依此这个论点呢，能够成就于所谓的圣道的一个方法。然后在第二个呢，就在讲述说呢，为欲解释如来根本之意，令诸众生正解不谬故。因为有时候我们对于凡夫众生来讲，对于境界的产生都会有所谓的错误的理解，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就变成说马明菩萨在所谓的第一个总因缘讲完了以后，在下面就分成了七种的方式来论述说，为什么要照这一部论让众生离苦得乐的一个因缘。因为我们在讲说，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出现于这个世间来讲的话呢，都是依着众生的根器而论述。可是呢，对于说有时候在佛入涅槃，甚至于说呢，有时候众生如果不能够如实的了解所谓的真如本性的时候，当然就没办法了解佛所说的根本意思。所以变成说呢，菩萨呢就是希望说让众生能够所谓的呢，能够引回的正知正见这个说法性。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菩萨不得不照论去解释，去解释所谓的这一个所谓的如何回到所谓的真如本性的一个方法。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就在于所谓的众生能够，如果能够呢，能够正确的了解的话呢，产生正知正见以后呢，才能够知道说何谓如果法尔如是，甚至于真如本性的一个方向，就变成说能够达到所谓的佛的大涅槃果道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就是马明菩萨造的论的第二个因缘。然后再来第三个因缘，就是为了呢令善根成熟众生于摩诃严法堪任不退信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对于菩萨道行菩萨道来讲的话呢，有时候变成说依着众生行菩萨道的一个方式来讲，如果依着他我们的心态去照做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会产生相对应的一个，就变成说会有时候会有所谓的退失心。所以变成说要不让这个不退失心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就变成在于说，在于大乘法来讲的话，能够精进的一个修行。所以这边来讲，就在于说的要令所谓的众生他的善根已经成熟了以后呢，让对于所谓菩萨道呢，能够呢尽量的去修学。可是还有些众生来讲，他的善根没有成，还没有成熟，没有具足完全成熟的时候，就变成说依着这个大乘佛法的道理，就是所谓的摩诃严法来讲的话呢，能够呢发让他呢这个未成熟的众生能够所谓的发大心，然后呢能够堪任佛法，甚至于说呢不会因为众生众生来讲的话，这个众生发产生各种的妄想分别以后呢，而退失的信心。所以这边来讲，就是所谓的大圣起心论来讲的话，所谓的马明菩萨他造论的第三种因缘方法。然后
再来所谓第四个，就是在于论说所谓的为令善根为少众生修习信心故。其实这第四个呢，也相对于前面的第三个，因为第三个是已经成熟的众生，可是对于第四个呢，就从第三段的因缘法，然后呢衍生下来的。因为刚才前面有讲，就变成说有些众生来讲，他没有办法堪任的一个方式，就是算比较算所谓的善根为少。可是对于所谓的善根性，他刚开始出发心，所谓的出发心长养菩提苗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呢，他有时候会依着因缘会让他退失的时候呢，变成说这种善根为弱的众生来讲的话，还必须要让他成就圣道，引导他成就圣道的一个方法来讲的话呢，就变成要让他成就于佛道。对于这一类众生，当然就必须是在于所谓的信心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能够当起信心，然后这信心如果能够必须就变成说能够慢慢的勇猛精进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当然就变成说能够成就佛道就比较容易。可是如果信心来讲，发起的信心，然后长养菩提苗的一个方式来看待，如果说这个信心当微弱的时候，当然就会随着因缘，会随着因缘转换。当然啦，要请菩萨道，要所谓的发起菩提心，当然是一种很不容易的事。然后如果让他呢退失来讲的话，当然就相对来讲就比较不好。所以这样子马明菩萨呢，他造论的第四个因缘的，就是说要为了要接引这一种善根微弱的这些所谓的行菩萨的修行者呢，让他呢依着起信论的一个方式去了解了以后，了解了以后呢，这样子的修行来讲的话，就能够信心能够增长，信心能够增长的一个方法来论述所谓的第四种说法。然后在所谓的第五种众生，第五类的众生来讲的话呢，就变成说呢，他有时候在修行的一个方式来讲，还是会有多多少少的业障。当然这个业障来讲的话，都是依着我们自己的内心而引发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了让它消除业障，产生避免让它堕入邪见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为了要保护这一类众生来讲的话，就是马明菩萨呢，他造论的第五种因缘性。所以我们看所谓的课本的课文，这论文里面的内容，就是说第五个呢是为是方便消恶业障，善护其心，远离痴慢，出邪罔顾。这就变成说呢，因为他这一种有一些菩萨，他刚开始发所谓的善心，可是依着他过去所造的善恶业的因缘，相对来讲的话呢，如果不铲除所谓的业障的话呢，其实在所谓的修道上来讲，会有所谓的困难重重的一个状态。如果菩萨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说菩萨有分两种，第一种当然如果是一种刚出发心呢，他勇猛精进的一直往所谓的佛道上迈进的话，这一种所谓的业障来讲的话，他当然可以转换，可以转换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呢，他能够所谓的业障产生了以后呢，他可以所谓的勇猛精进了知所谓的业障的一个样貌，他能够呢把所谓的业障呢能够转换成他的菩提心。可是有些的所谓的比较微弱的众生来讲，他呢可能就是第二种的菩萨一个方式，就变成说他遇到业障呢，开始所谓的有各种的心念产生，而一产生各种的心念以后呢，就会退失菩提心，退失菩提心，甚至于说有些的人来讲的话，他刚开始他修行勇猛精进，然后得到稍微的微弱的境界以后呢，反而就是所谓的产生慢心，甚至于所谓的邪见，就是错误认知。刚开始可能
对于认知上面呢，可能只有一点点微分的错误，可是呢，如果不及时的修正以后呢，其实对于这认知的方向呢，就会越来越深，所以变成说这邪见如果太深入呢，就不好拔除。所以对于这种愚痴心重的众生来讲的话，就变成说呢，要尽量的所谓的消除业障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就在于所谓的如何消除业障。所以在这样子来看待，就变成说马明菩萨在后面呢，在后面在解释分的一个方式来讲，或者说后面的流通，就是说如果说对于所谓的比较微弱，对比较修行法则来讲的话，没有办法勇猛精进，甚至于说勇猛精进了以后呢，反而呢产生所谓的慢心，而导致所谓的认知上的偏差性来讲，就跟引导这一类的人来讲，必须要有各种的方便法则引导去修学，所以变成说有所谓的念佛，甚至于所谓的持经，就所谓的诵经、持咒、礼忏这种种种方式，然后让这个业障呢能够慢慢的消除，然后依着这样子消除以后呢，相对来说他的信心就能够增长起来。当然信心增长起来以后呢，不是说马上呢就进入所谓的相对应的一个方式，其实这个还是要靠慢慢的不断的保护，就不断的保护或持起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不断的认知，然后呢不断的去修正了以后，当然对于所谓的这个愚痴心跟慢心来讲，就能够呢远离。既然能够远离来讲的话，所谓的邪网这个来讲的话，就不会被这个网子给网住。所以这样子来讲，就是说在这个菩萨造论的第五个意义，就在于所谓的让众生呢能够在修行的当下，修行当下如果产生各种的烦恼兴起的时候呢，能够自己善加的了知了以后，当然就变成说要靠平常的所谓的修行的一个方法，靠一个平常的修行的方法来去呢把所谓的业障给消除掉，消除掉以后呢，就自然而然能够远离痴慢心的一个方法性。然后再来所谓第六个来讲的话呢，因为前面来讲大部分还是依着所谓的凡夫的一个状态，可是第六个就比较偏重于二乘声闻乘，因为二乘声闻乘来讲，他们修学佛道毕竟也不容易，可是毕竟来讲他们还不够达到一个圆满的一个态度来讲的话呢，就变成说呢要必须呢还要从另外一个方式让他呢起所谓大圣的一个说法性了，所以第六个就比较偏重于所谓止观方面的一个修法。第六个来讲的话呢，在论文来讲就变成说，六者为是修习止观对治凡夫二乘心过故。因为我们先从凡夫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因为凡夫众生来讲，经常会对着境界的发生，境界的发生以后呢，会产生各种相应的烦恼性，就变成所谓的贪嗔痴。如果这种贪嗔痴没有办法了解的话呢，其实变成说必须要依靠着止观的一个方式，就在于所谓的让心呢平静下来以后，不让心呢去到处去攀援而产生各种的散乱，必须在于说的心平静的一个方式呢，才能够看到烦恼贼的一个发生。这样子来讲，自然能够知道烦恼贼来讲的话，你就能够消除这些的烦恼贼的状态，当然所谓的功德法财也就不会呢被所谓的这烦恼这个贼呢把它给偷取去了。所以变成说对于凡夫来讲，也是在于所谓的呢要不断的时时刻刻的去修学止观的一个方法，就在于所谓的在禅定的时候呢，把所谓的烦恼性呢去认知，然后就是在于所谓的在不让心产生各种的散乱的情形。好，那这是当然是在于凡夫的状态，可是
对于二乘来讲的话，当然就在于说的阿罗汉跟辟支佛这两个圣者。那这两个圣者虽然说他们证得圣道，可是他们只破除了我执，他们可以照见五蕴皆空。可是对于所谓的法执这种方式来讲的话，他们还没有破除哦。这样说，他们还会执着有一法可修。可是这种有一法可修的方式来讲的话呢，其实对于大乘佛法，那大乘佛法来讲，行菩萨道的一个方式来看待的话呢，其实任何一法都是在于说的你在修行成就佛道的一个方式。如果像所谓的阿罗汉跟辟支佛来讲，他们所破除我执，然后证得我空，其实他只是把所谓的表面性的烦恼，因为烦恼来讲的话，有分深层的跟粗浅的。这对于所谓的我执的烦恼来讲的话，比较粗浅的，比较容易了之。所以对于这个来讲，所谓的烦恼性、烦恼障来讲，破除我执，当然就把烦恼障给破除掉。可是对维系的习气，维系的习气来讲的话呢，其实对于阿罗汉跟辟支佛来讲的话，其实没有完全的去除掉，因为他们没有完全去除掉的话呢，反而呢会认之为说这样的解脱道就已经达到所谓的不受后有的一个状态。可是呢，其实呢还是会有相对应的一个状态出来。所以在这行菩萨道来讲，就必须呢要破除法执的一个方法。破除法执的方法就在于所谓的呢，把所谓的习气、所谓的认知呢，完全的去了解所谓的诸法毕竟空，甚至于说了解说所有的都是因缘和合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讲到习气的话呢，其实呢就会引述所谓的大迦叶尊者。大迦叶尊者呢，他听紧那罗王在佛典里面来讲的话，紧那罗王经那一部分呢，就是说紧那罗王在法会上的时候呢，弹奏乐器的时候，这大迦叶尊者虽然说他破除了我执，证得烦恼空的所谓的烦恼，烦恼空的把烦恼障都不起的时候呢，可是对于紧那罗王弹琴的时候呢，他会不由自主的手舞足蹈。当然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反而就是说他还有相对应的微弱的习气还没有完全的去除掉。所以依着这样子来论述，依着这样子来论述的时候呢，就是说呢，把希望呢，这所谓的证得阿罗汉果跟所谓的辟支佛果的这两位圣者呢，还希望呢能够继续的发心，再趋向于所谓的大涅槃道的一个方法性。所以这样子来讲，就必须呢要有各种的方法让他破除，破除法执，然后呢让他继续发心成就圣道。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其实就是在于所谓的定止观上面的一个修行哦，就变成说要止观方面的修行，然后呢去入观的一个方式，这样让他们说发心能够呢观察一切众生呢，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讲，累生累劫都有相互的一个因缘。当然，因着相互有相互的关系哦，就每一个众生在你的面前展现的时候呢，其实都有相互的关系。这样子依着这样子认知以后，不会产生法执的一个状态，而能够继续发心，能够成就圣道的一个方法。所以就变成说，所谓的对于所谓的二乘来讲，他们已经自力已经足够，可是对于利他这个方式来讲还不足够的一个方式。所以说这边第六段的论文论述来讲的话呢，就在于说希望这个二乘声闻乘来讲的话，它还在继续透过止观双运的一个方式呢，而达到所谓的相应的利他的智慧产生。所以这样子来看，就在于所谓的马明菩萨他照这一部《大圣起信论》的第六种因缘，就在于说，继续的修学止观，对治于凡夫来讲的话，就在于所谓的善乱心。
把三段心呢能够安定以后，当然烦恼就不会升起。可是对于所谓的阿罗汉跟辟支佛这两位圣者来讲，就必须呢依着这止观的一个方式呢，而产生利他的智慧。依着这样子来讲，依产生利他的智慧来讲的话呢，才不会说呢太过于偏重一边，就偏重于所谓的自利性，而可是呢对其他有因缘的众生，就变成说曾经在这修行的阶段有帮助这些所谓的阿罗汉甚至于辟支佛修行的一些众生来讲的话呢，也希望能够成就于圣道，甚至于说他们的六亲眷属的关系呢，依着这样子呢去所谓的止观双应的一个法则去看待以后呢，而产生相对应的一个利他的一个行为。再来第七个来讲的话，就在于所谓的更所谓的呢这个来讲，有些众生来讲他的根性更差的一个方式来讲，就是说他的心性没有那么强勇猛精进，没有那么勇猛精进来讲的话呢，就变成说满明菩萨变成说要跟他开所谓的开示所谓的相对应的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法门来讲，就变成说对于这一类的众生在所造论的因缘。所以我们知道满明菩萨他造论来讲的话呢，他有分众生的状态阶段性的不一样，而有所谓的造论的一个论述。好，我们看第七个呢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为是专念方便生于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好，我们看呢，就是说对于众生的根性来讲，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样貌，各种不同的样貌。所以说在于我们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呢佛开了八万四千法门，就在于说每一个众生的好要性喜好性不一样，对于修学佛法的态度观念也不一样，所以相对来讲就会开展各种不同的样貌来论说，希望能够呢让他能够成就于圣道的一个发展。所以变成说众生来讲的话，有的他的根性很强力，他的根智慧跟智慧智慧道德他很强的来讲的话，这种立根的众生当然就不用太过于的跟他论述。可是有的众生来讲的话，他天生来讲智慧没那么高，然后甚至于说呢他来讲的话呢心性胆小怯弱，对于这种人来讲的话，并佛来讲并不会不去接引他，反而呢必须呢要用其他的方法去帮他呢成就圣道的一个发展性。所以这样相对来讲的话呢，就变成说满明菩萨为了这些比较心性的所谓的没有那么好，然后甚至于说有胆小怯弱的心态来讲，没有办法勇往直前成就菩萨道，可能就变成说遇到因缘他就转弯的这一种人来讲的话呢，就变成说要开示其他的方便法门。其实开示其他的方便法门最比较方便比较有利益他的一个方式来看待的话呢，当然就所谓的念佛法门是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因为念佛法门来讲的话，在任何时间都能够修行，任何时间呢都能够所谓的能够呢专念，然后呢甚至于说能够修行，然后当然依着这样能够方便专念修行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呢，当然就变成说能够升到于所谓的佛国土的一个方法。所以在于所谓的我们起信论来讲的话，当然就所谓的升到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面前，因为依着这样子能够升到佛国土，当然这样子来讲就信心不会退失。所以变成说我们常常如果说对于一种比较根性没那么好，然后呢心性你比较容易退失来讲，他一旦升到佛国土的时候呢，也能够呢听闻佛法供养他方世界佛，这样子来讲的话，当然信心就能够不退。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看待，就变成说马明菩萨照这部论的第七种因缘，就是在于说
对这一类的众生的一个方便性的引导。其实对于所谓的念佛法门来讲的话呢，其实在于所谓的大智度论也有论述到，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们对于所谓的树，如果它只单纯的只在一长相一边，当这个树倒的时候，它就是往那一个方向去倒。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最方便哦，最方便的修行法则来讲的话呢，就是在于说的每一个时间哦，每一个时间呢，能够所谓的忆佛念佛，然后呢持持名号，甚至于说观想佛号的一个方式，当然这个是比较方便性。如果说立根的众生来讲的话，当然是他依着经论上面的观，就是说在于所谓的在经论上面，如果能够受持读诵，甚至于所谓的随文作观的一种方式呢，会比对立根的众生来讲，他当然就比较好。可是对于所谓的有一些人来讲的话呢，他所谓的只是希望说能够持名念佛，当然也是很好的一个态度。所以变成说满明菩萨对于第七个来讲的话呢，比较偏向于所谓的众生的根性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方式呢，甚至于说对于所谓的有一些人来讲比较方便修行的一个方式呢，而开示说这一个造论的一个方式，让他是依着这样子的方式哦，产生所谓的专念，甚至于所谓的方便法门，然后呢让他升到所谓的佛国土以后，然后再听闻佛法，甚至于说依着升到佛国土听闻佛法，然后呢依着佛所说法，这样如实的修行。当然这样说升到佛国土以后，就比较多的哦，就是说比较如果说有任何疑问的时候呢，一直能够呢听闻佛法，然后呢当面问佛来讲的话呢，比较能够达到所谓的理解性的。所以这样子来讲，就是对于所谓的能够对于所谓的呢这一类的众生，让他不退失信心的一个方法而造这一部论点哦。然后第八个就是为是利益，劝修行故哦。有如是等因缘，所以造论。这当然就是在做一个后面的一个结尾性了，就在说的，当然造论来讲的话，就是说要劝修发行的流通分的一个说法。所以变成说造这一部论来讲的话呢，当然必须要说出各种的利益，修行的一个利益。变成说我们知道，就变成在所谓的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的一个方式，就是说照这一部论来讲的话，当然要引述利益，然后呢引导有一些众生，如果说呢他为了某一些利益的方式呢而达到他修行的一个方法性。所以在这里来讲，就在于所谓的马明菩萨他照这一部论劝修发心修行的一个当下来讲的话，必须就要讲述所谓的修行大圣菩萨道。修行大圣菩萨道有何种利益，所以这样子的方式呢而造了这一部论说。所以这样子来讲，如果有人如果在说的，如果当下有人提问的时候，当然这马明菩萨呢就可以依着前面的八种利益的一个方式而论说造这大圣起心论的一个因缘。好，在前面所讲说造论的因缘完了以后呢，就是在于所谓的呢讲述所谓的辩哦，就是说呢论述说造论一定要造这一部论的关系哦，一定要造这一部论的关系的方法。然后我们看论文呢，就变成说所谓的问曰：修多罗中具有此法，何须重说哦？然后那云菩萨答，就造一个答曰的话呢，就是说修多罗中虽有此法，以众生根行不等哦，受解缘别。当然这个论问答呢，其实刚才有讲过，就是说马明菩萨他先做一个假设问，因为有时候并有的人他并没有办法提出相对应的疑问，所以说对于
造论者来讲的话呢，他要先要说明我为何要造这部论的时候呢，必须要一个假设性的问答以后呢，这样子呢才能够如实的把相后面相关性的内容给说出来。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就是说呢，有人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所谓的修多罗中具有持法何须故说。因为在我们刚才所说，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间，然后呢依着众生的根性不同而造出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当然这些呢在所谓的经典上面已经完全的具足了。然后既然完全的具足了以后呢，那么你马明菩萨为何要重新造一部论来再解释？因为当然了，就是说在于所谓的经典已经具足的，回头去翻论经典，翻经典来讲的话就可以自己去理解了。可是为什么还要再重复的再讲述一遍给让众生听的一个方式？所以虽然说马明菩萨他的回答的方式就是说呢，其实在佛典佛经里面虽然说有具足各种的法门，然后依着各种的法门来讲的话，当然是佛经来讲已经讲得很清楚明白，可是呢会依着会产生一个差别性来讲的话，就是说众生的根性的问题，甚至于说的众生的理解智慧性，甚至于所谓的方法行为来讲会有所谓的差别性。像比方说同样一部经典，同样一部经典的拿来受持读诵的时候呢，每一个人所画的重点，对经典上面所画的重点所谓看的方式呢，依着他们所受持的时间，甚至于所谓的当下因缘的不一样的时候呢，他理解性就会有所谓的差别性而存在。所以变成说马明菩萨他造论来讲，就变成说虽然具足这一个法门在于经典里面都已经具足了，可是呢众生的根性的差别，甚至于说他们的生活的样貌不一样，而对于所谓的经典理解的样貌领受理解就会有所谓的不一样。可是变成说呢必须呢依着这个经典的一个方式，变成说在菩萨造论就在于说的要解释经典嘛，所以依着他们所谓的理解性的不一样，所以说变成说刚才所说的必须呢把他给把这一类的众生的一个方法呢把它引导回来的一个状态。所以变成说在这个来讲就在于说的根气的不等的一个样貌来论述的一个说法，就必须呢要造论的必要性。然后再来我们看呢，就在于所谓的造论的必要性里面论说的，就所谓的呢在佛在世的时候，当然在也可以听闻佛法，然后呢甚至于说如果当下听闻佛法当下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直接问佛当然是比较容易。可是如果像我们这一类的众生去佛离佛很远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已经入涅槃，然后又间隔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当然必须呢还是要靠着所谓的经论，然后呢才能够引导我们能够成就圣道的一个方法。所以在这一段论文里面讲述，就是说比较在于所谓的立根的众生，在佛世的众生来讲，他根性立，当然不需要造所谓的起信论的一个方内容。所以好，我们看所谓的论点，就是说所谓如来在世众生立根能说之人，然后呢色心业胜原因一眼异类等解，则不须论。这就在讲述说在于释迦牟尼佛跟佛在佛的跟佛一起同时出现的一个状态，当然跟佛一起出现的一个状态的一切众生来讲，跟佛一起修行的一个众生，这些修行者来讲的话，当然他们的根气就比较利一点，甚至于说善根，他们善根就比较好，然后智慧也就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来讲，当然他们呢就能够
能够刚才所说的，他们呢就自然而然能够听闻听佛说法。相对来讲，所谓的摄心业圣，这一段文呢，就是指所谓的说法者，就是释迦牟尼佛。当然，我们依着这现代这个说法来讲的话，就是讲释迦牟尼佛的一个方式，就变成说说法人他的方法，他有各种的方法来引导众生能够成就圣道，所以这样子来讲，当时的方式也就能够呢，比较能够引，比方说呢，能比较殊胜的一个状态，然后加上来，凡夫那时候的众生来讲，也不会等同于我们现在的一个方式，所以比方说，释迦牟尼佛他有可以展现各种的方法，然后呢去对众生说法，所以在原因一眼异类等解，就变成在释迦牟尼佛说法当下，当然就每一个众生呢都能够依着佛说法的方式，能够得到各种的解脱，能够相对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就变成说呢，不需要照此照论。可是刚才有说到，在前面讲说心性怯懦的一个类的众生，他有时候读经典，读经典来讲，虽然也有各种的理解性，可是呢，有时候理解性来讲，就因为离佛远了以后呢，其实相对来讲，就所谓的理解有时候会有各种的偏差性。如果在佛世的时候，在佛陀时代的时候呢，当然也是每个人都是原因说法，然后呢随类得解，可是依着如果说有错误的偏差性的知见产生的时候呢，反而呢去问佛，就请问佛，请问佛，然后呢佛呢在另外一种方式去讲述。当然这个来讲，这个当下各种的殊胜的一个状态来讲的话呢，其实马明菩萨就不需要那么辛苦的造论一种方法。可是这是一类的众生的一个不同样的点，这个在佛世。可是如果说离佛入涅槃了以后呢，还有另外一类众生来讲，另外一类众生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在佛入涅槃以后，他能够靠着自己然后听闻佛法，这样一种方式呢，其实也不需要造论。所以我们看论文所说的，就在于说的如来灭后，或有众生能以自力广闻而取解者，这种方式呢，其实也就不用造论，因为他能够自己能够多闻熏习的一个方式，就变成说，他如果说对于经典上面如果有产生所谓的疑问的时候呢，其实依着他的智慧，那甚至于所谓的呢，他能够大量的阅读经文的一个方式，就在于所谓的互相引证的一个方式，能够引证了以后呢，靠着自己的智慧，然后呢，相对来讲，他也就能够理解说佛当时所说法的意思。所以在我们看，就在解释本方式来看待的话呢，就在于所谓的佛释迦牟尼佛，还是依着释迦牟尼佛的一个方式来讲，就是说呢，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呢，众生的根基当然就会有所谓的不同，有的喜欢比较广，就比较学习的方式呢，比较喜欢广大的多闻性的，然后可是呢，有的呢，他就比较偏向于少闻性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比较喜欢广闻性的一个众生来讲的话呢，他相对来讲，他就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力，所谓的智慧善根的一个发展呢，去阅读经文。那阅读经文来讲的一个方式来看待的话呢，当然就能够广学多闻的一个方法，所以说对佛经呢就比较容易了解。可是有一类，另外一类呢，他呢，另外一类呢，就变成说他比较不习惯于广学多闻的一个方式，他呢就变成说他看经来讲，有时候变成说有时候呢他看不懂的一个方式，当然相对性就变成要造论。如果说他这一类众生，如果说呢他是少闻者，可是呢他又比较能够专一性来讲，就比相对来讲
也能够有他，如果说他能够专一，然后相对来讲他的智慧也具足够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呢，也相对来讲也就不需要造论的一个方式。然后在下面就变成说，在从这一类的众生，他在少闻性的一个状态，就变成在检视少闻性，他能够多得，就是说可以举一反三的一个方式来论述。就变成前面一段文是讲能够自己广闻，然后靠着智慧，然后第下面这一段的论文来讲的话呢，就讲述说这一种他能够虽然是少闻，可是呢他能够举一反三的一个方式来讲说，当然就不用造论的一个方法性了。就我们看论文所说的，就是说或有众生亦以自利少闻而多劫者，这一类的众生来讲，就他来讲的话呢，当然他的智慧根性比较高一点，所以说虽然说他能够闻，我听我说他去看阅读经典的内容很少，可是呢相对来讲他能够所谓的马上能够理解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这一个众生来讲也相对不需要造论的一个方式。然后再来在下面就是说呢，或有众生无智力，没有智慧来讲的话呢，因于广闻而得解，就变成说他智慧没有像前面那两类，前面那两类来讲，第一类来讲他是智慧高，然后呢相对来讲他也好要多学习，然后第二类来讲就变成说他没有好要多学习，可是他因为这智慧程度的高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呢，相对来讲他这种方式他呢也就能够呢了解佛法所说的内容。那在第三类就变成所谓的呢，他的智慧力没有那么高，可是呢他也能够有广泛的去了解的一个状态来讲的话呢，毕竟也就不会有所谓的缺失产生。然后再来第四类的众生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呢他广闻，可是呢他不喜爱广闻，不喜爱广闻来讲的话，他就变成说能够摄持少闻，心乐持摄持少闻，然后依着这样子如实修行来讲的话呢，也能够摄取多益。当然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就能取解者，这个方式就变成说他有一类的众生来讲，比较就变成说呢，他能够广闻多闻，广学闻，就对于所谓的论点来讲的话，他觉得呢太过于烦躁，就比较不太愿意去学习，然后甚至于说不太愿意去研究。可是对于这类的众生来讲的话呢，其实变成呢他还是有他喜爱的经典，所谓的学习的经典，然后依着他学习的经典呢，他也就比较会像第二种的他少闻，可是呢他可以举多益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呢，接着说就是这样子的方式来讲的话呢，就变成所谓的要为了摄持如来，摄持佛法的大义呢，而造成无量无边的义理而造这一部论。所以在这边在总结四类的众生来讲的话，就是说马明菩萨他造论的一个因缘来讲，有这几个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不一样的状态，主要还是在于偏重于所谓的少闻，然后呢又不太愿意发心去学习的一个众生来讲的话，当然必须呢还是要对于这佛法的一个理解性来讲，变成说呢要有这个经论造论的一个论述。所以这边来说，这个稍微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是此论未遇总摄如来，广大身法无边义故，应说此论。就在于说在对这样子的方式来讲的话呢，就应当造一部相对性的一个论点，让所谓的觉得说论文的文句太多太繁杂，研究起来太麻烦的这一类众生来讲的话呢，而造论的一个状态，造论的一个状态来论说。
好，第三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从因缘分以后呢，就在讲说所谓的利益分、第二分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前面已经说完因缘分造论的因缘以后呢，当然就必须呢要把所谓的续分说完了以后，开始要有所谓的正中分，就在于说为何要造论的利的义，它的义理是在哪里。所以我们看论文来讲的话呢，当然就是所谓的一以说因缘分，次说利益分，摩诃言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法，二者义。这边来讲的话呢，就在讲说这个大乘法义的一个内容，就在说当众生来讲学习佛法，学习佛法当然就是主要是在于所谓的大乘法义。前面因缘讲完了以后，当然就是在讲说如何的依着大乘法义的修行。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说立所谓的主旨的宗旨的一个方式。所以在立宗旨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呢，就是在讲说所谓的大乘法跟大乘义。当然在摩诃眼来讲的话，当然在各位在学习所谓的经论里面常常会有听到所谓的大乘法，就是摩诃眼这一个方式。然后既然说要说所谓的大乘法义来讲的话，当然就要分别论述。分别论述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就必须呢先从所谓的何谓大乘法，何谓大乘法去讲述摩诃眼的道理。所以这样子来看，就变成所谓的大乘法来讲的话呢，就是在讲所谓的众生的心，众生的心法。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很多的佛法来讲的话呢，其实对于佛法的修学的一个方式来讲，大部分都是在讲所谓的论述所谓的心法，依着心而展现所谓的各种境界。所以必须呢从这个心法呢先标示清楚以后，然后呢才能够继续的论述下去。所以对于这个大乘法来讲的话呢，就是在讲所谓的心的一个内容，当然就是所谓的众生心的一个说法。好，我们继续看所谓的课文哦。课文里面的论文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所言法者为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诃眼义。当然这个来讲就是在讲述所谓的心法的一个方式，就在于所谓的众生的一个论说。其实对于佛法，佛法对于众生来讲，佛讲述法则来讲的话呢，其实对于众生还是在讲这个心态的一个状态。然后变成说在修学佛法来讲的话，要出世间法跟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来讲的话，当然就是以所谓的心态的一个状态来论述。因为依着我们心态来讲的话，当然就会产生所谓的相对应的清净跟烦恼的一个问题。所以大部分很多的法师在讲经的时候，讲经说法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在解释的方向来讲，当然就是依着所谓的心去论述。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这边所说的法的内容来讲的话，当然就会比较偏向于众生的心态的问题，心的内容去论述。然后当然讲心这个方式来讲，当然就不会是指我们所谓的肉团心，我们认知所谓的肉团心。因为我们依着所谓的自然科学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通常会认知所谓的心来讲，都会认知为这个肉团心里面，就是说所谓的胸腔里面那个肉团心才是心。可是对于佛法来讲的话，佛法来讲的话呢，反而所说的心的一个内容，就是在依着我们所谓的思维而得，就靠我们思想而得而产生的所谓的妄想心，妄想心的一个说法性。变成说其实大部分我们讲所谓的在佛法的一个所谓的心态的问题来讲的话，其实呢都是在讲所谓的智慧性的开展。所以
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呢，一种我们智慧去所谓的产生各种的染污清净的以后呢，才会产生所谓的妄想分别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变成说我们这边所讲的众生心来讲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讲妄想心的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内容。可是如果说依着所谓的唯识学的说法来讲的话呢，当然就讲出所谓的八识心，八识心的一个说法。可是我们对于起信论的一个说法性来讲的话，它是一大部分依着所谓如来藏真如思想的一个方式来讲述的话呢，变成说这个心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是回归到所谓的真如的样貌。可是依着真如的样貌而变成呢有各种的开展性来讲，开展性来看待的时候呢，反而就变成所谓的有凡夫跟众生的一个差别性。所以在马明菩萨讲述这个心来讲的话，就在论述说所谓的一切法则来讲，是由所谓的世间法跟处世间法就依心而定，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依这个心而展现所谓的大圣的义理。好，我们这一节课呢，先暂时到这里，我们先下课一下。